纽约市警发布消息，从今年五月底到现在，在一一一分局辖区内的贝塞、奥本戴尔等地接连发生六起入室盗窃案，多位事主被盗走大量现金和珠宝首饰，其中华裔受害者居多。据悉，这数起案件，盗贼都选择白天时间出动，专挑独栋住宅下手，通过没有锁好的窗户进入屋内行窃。警方基本判定这几起案件是模式作案，并锁定了两名嫌犯予以通缉。 并呼吁知情民众向警方提供相关线索，消息来源将会保密。同时，警方还提醒民众，现在天气炎热，大家习惯开窗通风，但外出时一定要记住关好门窗，同时尽量不在家里存放贵重物品，不给盗贼可乘之机。新唐人记者唐晨纽约报道。